好运扶起来，优惠商品旺家宅，这个鼠年更精彩呀，更精彩。哥哥，新年要到了，你看我买了新的椅子，帮我装。怎样装哦？没，我有 Allen key。有没有搞错？用 Allen key 来组装，你知道这张椅子可能就要用一个小时才装好，而且手会很痛的。男人很 man 的吗？ Allen key OK 啊。man 也是人来的，你为什么不买那个无线充击的电钻给我装呢？无线充击电钻？是啦，现在我们有卖啊，马上来看一下。1月1号到27号，春节到福来到天天进行好配套，没错，今天 WOW 的明星产品之一，那就是 Riino 3合1无线充击电钻套组，它创下了超过400万令吉的这个销售神话哦。对呀、啊，哇，真的是非常畅销的明星产品啊！你看看它有三大功能，轻松搞定起拧螺钉啦、钻孔啦，还有充击等等，很厉害，对不对？是的，三大功能都在里面，最主要是它完全是无线束缚，高效操作，不管你要家具的组装或维修，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机机电维修都可以。对了，而且呢，它有这种各种材质的钻孔啦，包括了水泥啊、瓷砖啊、金属木材等等的，哇，要钻什么都能，真的很万能。是的，外面的市价可是需要299令吉，之前我们的售价是234令吉，但是今天又再帮你节省了70令吉哦，超值优惠价只需要229令吉，还附上一年的原厂保证期。哇，这个价格更优惠了，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的超值赠品啊，可拆卸的手拉锯套组价值100令吉送给你。那今天诚心最好看，额外再送你28cm 的不锈钢蒸锅，还有22cm 的砂锅，所有赠品总值高达240令吉，很多嘞。没错，而且重点是福气再赠送给你是20令吉的现金回扣哦，还有限量的吉利红包袋以及58仙的 WOW 购物积分，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各位朋友，新年要到了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要在家进行大扫除，或是买了很多的橱柜啊、桌子、椅子啊，要自己在家组装，对不对？那如果你在家没有这个无线充击的电钻的话，你用螺丝拍啊，就只来上那个螺丝的话，你要上到什么时候呢？上到过完年可能都还没有好啊。没错，那当然呢，很多人想说哈，无线电钻，无线电钻有没有力的哦？那我跟你说，我们今天的是无线束缚。但是它轻巧之余，它是非常有力的。不信的话，我们现在就立马来比赛，来讲起拧螺丝，也就是松紧螺丝的一个部分啊。好，来准备咯 ，OK，1、2、3。那我是男人，应该是不会输给你的 ，OK。是的。然后用普通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螺丝拍来上这个螺丝，然后你要转得很紧，那你要很用力 ，OK。好，上了一个了。但是你看到我的这个轻轻松松，而且我们是有灯的耶，所以呢，你在晚上哦，就做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起拧螺丝的一个动作，也完完全全怎样是看得到，然后在暗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但是重点是你有听到吗？它的声音很优秀，不会说很吵的那种。哎哥，我已经锁完了。做好了，你锁了几个？我锁了3个，而且大家一定有试过的。当你松紧这个螺丝的时候。你的双手是红肿的啊，很痛啊！我看我的朋友之前刚刚在 Facebook 啊，他说哇，他花了整3个小时，就组装好一个柜子，可是他双手是红肿的，而且会脱皮起泡。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怎么样？我们这钻紧螺丝很简单，你要钻松螺丝更简单。为什么？你看，你只需要在这里啊，把它给弄过来 ，OK， 那个把灯弄过来，你看这样子，1、2、3。就可以起来了，你看到吗？对，所以如果你要组装，或者是你要拆卸那个桌子椅子，你觉得你不想用了哦，你用这个就轻轻松松搞定了，省很多的时间。因为过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将家里面那些、已经是脱落了的一些橱柜啦，甚至你不要用的一些厨具等等呢，要把它组装或是拆卸嘛，对不对？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真的很方便使用，连星星都会用。所以呢，全天下的男人或是女人们，你们也
也一定是怎样可以好好的把它给掌握着的。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就每一次新年的时候啊，我们家里啊都需要挂很多的这些红灯笼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可以算是春联啊，照片啊，对不对，春联等等啊、你要知道哦，不是每一个墙壁啊你都可以用那个钉子去钉它的啊，有时候尤其是厕所那些，你一钉一钉可能那个瓷砖就爆掉了。没错，但是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一它是无线的，所以呢里面有 battery 你用完了之后 charge 一下电就可以了。那有些人问说，哎，你 battery 有没有 extra 的啊？有，在我们的 ECMC 上面，也就是我们网络上面，你还可以买到多一个 extra 的一个 battery， OK。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前面这里哦，一共有18档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很像你踩油门一样，你踩大力一点它就18档咯，如果你踩轻一点的话它就是前面的1、2、3档。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呢就启灵模式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在14到16这里。然后最主要是它这里有3大功能，首先你可以启灵我们的这个螺丝，然后再来可以钻洞，然后再来还可以怎样，就是呢、还可以冲击，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敲打的一个部分啦。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做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动作，你看到吗，这里还有灯，所以在晚间呢、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些启灵螺丝或者是装修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清楚，按按你在橱里面你也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看星星是一个女生哦，可是现在如果她要在这个墙壁上面钻洞的话呢，其实她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搞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这个冲击的功能非常的强，所以呢如果今时今日你在家哦，你要去钻你的这个墙壁的话呢，其实它是非常的厉害的，你知道吗？是的、你看到吗，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功能盒，通通都是包含在我们的一个套组里面，而且里面是完完整整，是非常怎样完整的一个套组。你看就算呢我们连这个呢就是钻孔的这个配件哦，也都是包含在里面，你看到吗，它的那个洞口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旁边都没有任何的一个干净利落，所以你可以将 wall plug 呢放进去，然后现在呢你就可以呢松紧那个螺丝，把螺丝呢锁上去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电钻的话，你怎样上这个螺丝，你直接把它打下去啊，各位朋友，你直接把它钉上去是钉不到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螺丝，你如果钉铁钉的话，分分钟这个墙壁就给你钉爆钉裂了。是的，没错，你看这样子简简单单的再把这个挂上去，就是这样子，哒哒，福气就到你家来啦，真的很快嘞，女生也可以做得到。那各位男人，如果你需要的这个无线冲击的话，那更加是一定要赶快把它带回家。你看40套已经卖出了啊、是的，因为平常做工啊、装修啦、甚至是你要帮你的家人哦维修电器什么的，这个都可以用到。没错，而且你看我们每次要装窗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你在拆窗帘的时候，这个架子就已经这样松松垮垮了。为什么？因为它的螺丝松掉了。但是重点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很难怎样凹壳呢？凹进去的，你的那个斯巴纳顶住这里怎么办？那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万向软管，你看到吗？它是可以这样子，或者是这样子。去怎样就是钻孔穿洞，所以等于说、如果那些柜子啊它的角度啊 是属于比较死角的，或是比较长比较高的，你的手是伸不进去哦，你直接用这个呢就可以将它锁紧那个螺丝，刚刚看到吗，很快很厉害嘞。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万向软管呢就是在我们的套组里面其中一个来的，你在外头你买这样子的一个无线冲击的电钻，可能它没有给你这个万向软管哦，可是我们在套组里面是有的，你看一下子我们就锁紧了啦，我们的这个挂子哦，是的，而且这样子锁紧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这样简简单单的把我们的这个呢窗帘布啊给这样挂上去，你看这样子不就是好了，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无线，无线的代表是什么，你要爬楼梯上到上面去装我们的窗帘布都可以，你不会想说哎呀 wire 不够长，孩子帮我拉过来一点，不然是帮我去接一下那个三蹦 wire 很麻烦。对啊，而且呢以前我们用那种电钻了很大一个啊，大番薯这样子，而且一定要接那个电线的插座啊。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里就可以怎样，就是呢挂上我们的这个相框啦，你后面只要放2个钉子就可以了。然后重点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
会怎样放钥匙，对不对？你看钥匙可以钻孔，然后再来挂一下我们的这一些，可以算是新年的一个摆设，甚至是在我们的冲凉房，冲凉房都会有挂很多这些，可以算是我们的毛巾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衣架子嘛，对不对？也就是需要到我们的这个无线电钻去把我们的这个墙壁钻到美美的，不会破洞啊，然后最主要是什么？不会破坏到你的瓦斯，因为呢，有些时候你用铁锤跟那个钉子哈，哎，锤下去你的瓦斯就破掉了，你要去找回你一样的一个瓷砖，你是很难去找回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就是这样子用了我们的无线电钻，完全就不是问题啦。那今天我们诚心最好康呢，带给你的这个电钻呢，当然是有很多的赠品的啦，像这个可拆卸的手拉锯子呢，哎，它的这个锯片呢是非常的锋利的哈。那无论你要锯木、锯铁，甚至是锯这个 plastic 的水管呢，都可以用到。有些过年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换你家的一些水管，对不对？你自己锯一下就可以了，你自己看一下哦。我现在稍微轻轻的这样子锯一下，你看，哇，不到十秒钟，我已经将它锯断了，而且你看得到吗？它的这个切口呢？非常的干净利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锯子厉害的地方，你不用花钱买，我们额外呢直接送给你了，价值110令吉。而且重点是什么？你看我们今天哦，整个套组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只需要229令吉而已，因为之前的市价可是需要299令吉，之前的售价234令吉，但是今天有看着电视机的你们，你们又在节省了70令吉那么多，而且还不单单这样哦，你看一下我们的前面，大家看一下这个锯子，你要不要我送给你了哈？这个呢是 high quality 的一个瓦煲了砂锅，我们也送给你了，各位老人家，因为过年你要煮很多东西，可以派上用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蒸锅了，28cm 的，我们也送给你，过年也是可以派得上用场。有谁在外头买电钻可以得到这么多赠品的？没有，就只有今天我们诚心最好看才有。对，还有再送给你一个20令吉的一个 cash voucher， 要不要啊？是直接现金可以做一个回扣于下次的一个购物哦。重点是我们还要再送给你们，你看吉利红包风，只有今天现在在诚心最好康才有那么厉害的好康。对了，记得229令吉，比之前的价格更便宜了，不要等，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啦，1800180808，或者用 CJ Wallshop 的手机 app 来抢购啦。金属暴福来了，燕玲在打拼之余呢，也要好好照顾身体，因为身体好呢，所有好事都非你莫属了。Because you deserve the best, CJ Wallshop, you are the best。在家自己组装 DIY 的小凳子呢，一点都不困难，只要你有 Riino 的无线电钻就可以啦。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就将这张小凳子组装好了，而且它是很稳固的哦。所以我说啊， Riino 的这把无线电钻呢，真的很好用，无论是梳理螺丝、转动它都可以。所以说，你明白了。哇哦，52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哎，恭喜恭喜啊！新年要到了，你准备好了吗？要大扫除啊，要组装你家的一些木的，甚至电器啦、厨具等等呢，其实真的花很多功夫跟力气，对不对？如果你还是用这传统的螺丝拍啊来松紧螺丝啊，甚至有传统那种大的那个有线的电钻哦来钻墙壁的话，拜托拜托，今天我们呢可以教你用一个无线充气的电钻呢，轻松搞定所有的事情。是的，而且你看它的整个套组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里面除了有我们的这一些砖头之余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劈头，而且呢你看连砖木的这个呢，可以算是我们的这个配件啊，也一并是包含在我们的套组里面。你在外面你购买这样类型的一个呢电钻，是不可能给你那么多配件的哈，连这个万向软管也是包含在套组里面的哦。对，其实刚刚你有看到那个女生吗？她用传统的那个电钻呢，不是有歪压的，是
那你一定要找插座咯、而且它很笨重，有时候如果你去到你要转的那个地方啊，附近没有这个插座的话，你根本就转不到动嘞。而且呢，它真的是很不方便收纳。可是今天如果你有这个电钻的话，我跟你说，任何的死角，你要转桌子、椅子都好呢，用这个万向软管呢，轻松就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很方便？当然方便啦，最主要是你自己想看一下，女人们以前的那种呢，可以算是有 wire 然后搭搭个的那种电钻啊，我们是不可能去把它给拿起来的。为什么？因为一很重，二真的就是很像男生干的一个粗活。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哦，只要有一个小巧玲珑的一个无线电钻，连这样的一个简单事情，其实你不用等到你老公，不用等到你的儿子回来，你也可以轻轻松松帮他给搞定。所以你看星星哦，真的她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女生，就是小吃啦。对啊，可是她轻松就可以搞定所有啊松紧螺丝的动作嘞。那如果你家的那个橱柜啊，你看你刚刚看到了吗？它的那个螺丝不是已经松掉了的？是的。哎，你已经一整年了，每一次开门哦，它就硬硬硬硬，然后要脱落这样子。拜托，新年要到了啦，你可以不可以赶快用这个无线的电钻哦？松紧一下那个螺丝，然后让它变回了原本的模样啊！对，就把你整间家好像又重新的装潢一下，把它弄成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最主要是我跟你说，每一家每一户一定要有一个冲击电钻的，但是这个冲击电钻你要搭搭的那种工业的冲击电钻，还是一个小巧玲珑，可以满足我们家里每一个角落的冲击电钻呢？当然是这个一应俱全，而且每一个配件都有的一个冲击电钻。OK， 我给你看一下，今天呢，这个呢是非常专业的无线冲击电钻来的啊。OK， 我们给你一个呢，是一个 battery 咯，你可以 recharge 咯。还有整40多样的配套啊，配件呢，包括了砖头啦、劈头啦、万向软管等等，所以它真的是很方便使用，而且很专业。最重要是赠品啊，你看一看啊。是的，我们这个赠品呢就叫做我们的这个拉锯杆，对不对？对。然后呢，它除了呢是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锯子之余呢，其实它也可以划破，它前面有一个刀片可以划破玻璃的哈，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用的。而且只有今天在全新最好看，我们额外再加送砂锅一个，还有28cm 的蒸锅。另外我告诉你哦，今天全新最好看啊，大放送啊，还要给你呢限量版 CJ Wall Shop 的淑女最红红包封，看到吗？很漂亮。还有如果你买的话，无论打电话进来，甚至是呢你用网上哦，就是我们的手机来买的话，我们都给你20令吉的直接下次购物的回扣。然后当你收到产品的时候呢，你将会收到一个 SMS， 你就会看到那个 code 了，你懂吗？所以呢我告诉你，你今天买的话肯定是赚到的哈。是的，没错，因为一 free gift 超级无敌多，二又有一个20令吉的一个 cashback，三是今天这个电钻是买过的人都说好用的哈，不是我们说的算。我跟你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评语就知道了。你看，年轻的妹妹，26岁的 Jenny， 她说对我来说，这种提不起力气的一个人是最适合的，因为呢，尤其是在呢松紧螺丝啦，或者是呢我们在组装一些东西小家具的时候呢，不会钻坏我家的墙壁，所以非常值得拥有。对 ，Simon 他也说这个无线电钻呢，给他省了很多不少的功夫啊！今年搬家的时候全靠了轻轻松安装那些家私和装饰，蛮持久耐用的，谢谢你。是的，再来家庭主妇米秀50岁，她说呢价格实惠，而且赠品很丰富，而且呢用起来非常的轻巧方便移动，因为没有电线嘛，对不对？她推荐了给身边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而且她觉得每一户人家家里一定要有一 set 的，就是 Riino 的这个无线冲击电钻。果然是我们的 Wow Star 明星产品嘞，你看用过的人都给予一致好评，所以你有信心咯，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过年嘛，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充满新年的气息，你要挂你的全家福的照片也好，是的，你要挂窗帘布也好，你都要用到电钻的，你要转动啊，你才可以打 wall plug 进去，才可以松那松紧那个螺丝。如果你没有电钻，你怎样做这些东西？你跟别人借啊，人家也要用嘛，对不对？是的，而且最主要是你自己想看一下，你开你家的 storeroom， 你是不是有很多螺丝掰啦，然后呢又有我们的这些可以算是螺丝啦，
然后还有这些电钻啦，是不是一团糟？然后放在一个响头里面的，很乱很肮脏之余，你要找东西的时候又很难找。但是我们今天这整盒啊，是干干净净、完完整整的，你只要呢物归原主，就是放回原位呢，你就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你要的配件。10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记得，如果你想再找这样子的无线充气的电钻的话，今天是时候下手了，因为229令吉，这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外头绝对找不到啊！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啦，1800180808，或者用喜爵 Wallshop 的手机 app 来抢购吧。一切都那么的快乐，然后呢，有数不尽的钞票。哇，淑女最红，1月1日到27日，春节到福来到，天天惊喜好配套。是的，没错，你看一下，今天带给大家是 CJ Wallshop 的明星产品哦，它是 Riino 3合1无线充气电钻套组，它创下了超过400万令吉的销售神话，所以可见的为什么它是我们的明星产品啦。对了，三大功能轻松搞定啊，你要起拧、螺钉啦、钻孔啦、充气，它都可以搞定，这可是我们的 Wallshop 明星产品哦。是的，最好的就是无线束缚，没有wire拉住你的哈，因为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高效操作，不管你要弄家居的这个组装维修或者是机电的维修都可以。对了，而且呢它适用于各种材质哦，然后它有这个不同的钻孔，可以钻水泥墙啦、瓷砖啦、金属木材等等，是不是很厉害很万能呢？真的，最主要是市价可是需要299令吉，之前 CJ Wallshop 的售价也要234令吉，但是今天在收看这电视机的你们，你看又在节省了70令吉，超值优惠价只需要229令吉，还有一年的warranty。 看看我们的赠品啊，不要眨眼，这个手拉锯套组价是100令吉送给你。除此之外，今天诚心最好看 extra 送给你28箱不锈钢的蒸锅，还有22cm 的砂锅，所有赠品总是高达240令吉，你满意吗？什么比我们的卖价还要再多哎，而且还不止，还要再给你一个20令吉的一个现金回扣，还有的就是我们限量的吉利红包袋，以及58千的哇哦购物积分，所以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超级好用的 Riino 3合1无线充气电钻。我跟你说，新年要到了啦哈。那如果呢，我们家的那一些柜子啦、桌子、椅子啦，你发觉已经是松了的，哎，每次一开那个柜子的门，它一直摇晃又晃晃啊，好像要脱落下来。拜托，趁着新年之前到来，你赶快把它锁好，好不好？是的，没错，你看到吗？138套已经售出了，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抢购吗？因为在外面市场上，你很难找得到这样类型的一个无线充气电钻，它没有呢 wire 的一个束缚，所以代表说你要钻高钻低，你不用看你的 block 在哪里而去迁就那个地方，去到哪里你就可以钻到哪里了啦。 OK， 现在呢我们就让你来看一下哈，如果你用传统的螺丝拍来松紧螺丝的话，你到底会花多少时间跟力气。OK， 我们一起来比赛，准备1、2、3。虽然我是男人啦，可是我在钻这个螺丝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力气。 OK， 然后因为松紧螺丝其实真的不简单的哈，那就算你是非常的熟手了，很专业了，基本上也是需要吃一点时间。那如果你觉得时间宝贵，你不想花这么多时间的话，其实你就可以。Hello， 哥，我已经锁完了，1、2、3、4、5、6、7，7个。OK， 我才锁到2.5个，而且呢，你看这样，我的手是红肿的。你知道，如果你要组装一个橱柜了，是至少花3-4个小时，然后装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你还要用这样子的螺丝掰？没错，而且呢，你要在转出来的时候呢，又非常的浪费时间。但是这个啊，真的只需要用我们的手指，你看你这样子推过来啊，这里可以推过来、推过去、推过来，这里就代表我们可以起拧螺丝，就是呢可以松掉我们的这个螺丝，很方便不了。你看你对住它，这样子哦，
又出来了了，你看到吗？你看，哇，超级无敌方便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用任何的力气？没有嘛，只有用我们手指的力量，这样子拧一下它就出来了。而且有看到那个灯光吗？所以代表说在暗的一个地方，看到吗？我们都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我们的螺丝啦，甚至我们要做工啦，都非常的轻松自在，真的很专业。小小一台，可是可以媲美你家那个有线的，15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支持啊！哎，传统那种大番薯的那个电钻呢，其实已经接近被淘汰了的了哈。再来，我跟你说，如果你在家你的浴室啦，甚至厨房啦，你想要说啊钻一些洞钻一些洞啦，挂一些东西啦，那我跟你讲，你最好3思而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瓷砖很容易，很容易。如果你用钉子的话，你很容易就把它钉破。你不信啊，你自己看一下。我现在用铁钉啊，钉这个瓷砖。OK，自己看一下。啊！哎呀！天哪！我的天！破了，看到吗？我已经钉破了我的这个墙壁的瓷砖。OK， 那如果了，你的瓷砖你买得到一样的就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买不到一样的话怎么办？是不是？OK， 现在我们就用直接用我们的这个 OK 电钻呢来钻一个洞，你去看一下啦。哎，我们也是用一片而已啊，但是你有看到吗？我们这样子轻轻松松一下子的时间，哇，就可以把它给钻成一个洞出来了。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那个洞口哦是很漂亮的，你看。看到吗？干干净净，干净利落，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说哦，你的这个厨房啦，或者是浴室的那个瓷砖的墙壁啦，会破裂掉，然后找不到呢来代替的。这个就非常的安全，是的，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的这个洞口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洞口，所以代表说什么？它轻巧，但是它非常的有力。而且最主要是今天我们给你的、不只是一把这个无线电钻而已，它还有不一样的一个配件。那这些配件要哪一种呢？你看这个啊，它叫做万向软管。万向软管它的好处就是，你看我按的时候，你看到吗？它这里它会。哎，这个钻头还会再转哦，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什么？任何的一个 angle， 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很方便的做工。像是我们挂窗帘布的时候，换窗帘布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哎呀，螺丝松掉了，所以难怪我们的这个架子哦会松松垮垮的。那你看，你只是要这样子。把它给对准，然后呢，你这样子把它给转进去，哇，很快嘞，就搞定了，你看到吗？而且你不用担心那个角度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呢，你的这些橱柜啦，甚至你要装这一个窗帘布啊，这个杆子啊，哎，那个角度可能很高，你的手是伸不到过去的，你直接用这个万向软管呢，伸过去就可以转得到洞了，然后就是松紧螺丝了，看到吗？超方便的，你家的螺丝掰肯定是伸不进去的，然后你又在烦恼要怎样熬来熬去哦，到最就熬到你自己的骨头啊！你看，这样子就轻轻松松搞定了，而且最主要是它很稳很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窗帘布又再重新的挂回上去啦。一个女生也可以做到嘞，所以你可想而知，有一个好用的工具呢，就等于说你找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帮手啦。真的，你不用请那些工人哦来你家钻一个洞钻一个孔，50块，50，50，50，哎，你家里印钞票的哈。最主要是什么？你想要钻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钻哪里。你看我们的厨房，我们就可以呢放上这种架子啦。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不会摇摇摆摆，你看到吗？它是很稳固的。然后呢，我们要放上这些架子也通通都没问题。然后洗手间的话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摩塞，这样的一个瓷砖很容易爆掉。但是你就是因为有我们的这个无线冲击非常有力的一个电钻哦，它可以呢很完美的把所有的钉子都钉在你要钉的位置上。而且是不破坏你家的瓷砖的，漂漂亮亮，妥妥当当。真的，所以有了这个电钻哦，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然后你的老婆不会天天烦你，你也不用跟她吵架，是不是很好？而且我们要送你这个可拆卸的手拉锯子，这个锯片哦，你不要看它小小一片哦，可是它是非常锋利，而且它前面这边还有一个滚轮，可以来锯这些玻璃片的。你自己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玻璃片哦，我只要轻轻在这边。画一条线啊，听一下那个声音。哇、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那如果呢，你在家，比如说你想要 DIY 一些镜子还是什么的，你看啊，这样子，它就已经是呢变成两片了。我的天哪，为什么
切口可以那么的工整，那么的漂亮？这个就是因为这一把锯子厉害咯啊！前面那个钻石滚轮呢，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赠品要给你的，这个砂锅给你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28cm 的这个蒸锅也要给你，包括这个锯子的话，哎，三样嘞，只有今天诚心最好看，我们要过年了嘛，才 extra 送给大家的嘞。是的，哎，最主要再给你多什么？我们的20令吉的 cashback， 以及我们的这个wow数你最红的一个红包封，你看很漂亮，很 good quality 的哈。但是重点，各位朋友，今天的整个套组只需要多少钱？那你自己看一下，之前外面的售价299令吉，我们之前有卖过，但是234令吉，大家已经觉得我们疯掉，太便宜了。但是今天在看着电视机的你们，更加的省钱，省价70令吉，超值优惠价只需要229令吉，还有的是一年的 warranty， 所以你买回去的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信心的保证。记得这个过年之前，只要你购买我们新洲旺轩任何产品呢，你都会得到20块钱下一次的现金回扣啊！所以马上抢购啦，我们已经卖出200套了，1800-180808，或者用新洲旺轩的手机来购买啦。WOW SHOW的朋友们，在鼠年行大运，有数不完的健康、金银财宝，还有幸福。我是 Elvin Wong 王俊，耶、！在家自己组装 DIY 的小凳子呢，一点都不困难，只要你有 Riino 的无线电钻就可以啦。我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就将这张小凳子组装好了，而且它是很稳固的哦。所以我说啊， Riino 的这把无线电钻呢，真的很好用，无论是梳理螺丝、转动，它都可以。所以说，你看。那各位朋友，今天你看到 Riino 的这一台无线电钻，是不是觉得很喜欢嘞？而且它其实真的很专业，你不要以为哦，它小小一把哦，力度不够的，它总共有18档的这个扭力啊，所以你要钻任何的东西可以，你要钻这个瓷砖呐、啊，钻石灰泥墙啦、啊，钻木等等都 OK。是的，你家里的厨房啦、啊，还是你家房间的这个衣橱哦，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螺丝呢松掉了，所以你每次在开门的时候。好像脱掉这样子，那你不用去等你的老公，你也不用等你的孩子回来，现在你有了这个无线冲击电钻，你看轻轻松松搞定，而且桌子底下这种角度、哦、超级难的，你要整个人趴在桌子下面妹，还是用我们的这个螺丝起子啊，你是要整个人好像扭成不懂怎样，又会伤到腰的那种角度，今天我们所有的配件都给你，而且最主要是它真的很容易驾驭，很容易使用。那各位男人，各位靓仔啊，因为之前有人 complain 我讲，每天只是讲靓仔罢了啊。那各位男人啊，你们要记得，如果你在家你没有这个无线电钻的话，其实你要在墙壁上钻一个孔，甚至是要把这个照片呢、啊、框上去啊，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拿一个铁钉用那个铁锤啊，锤一下子就可以了啊，分分钟你会锤爆你的墙壁，尤其是浴室、厨房的那种瓷砖，哎、你不要。乱乱钉啊，你钉破了那个瓷砖哦，你找不到一样的把它哦，就是替换回去的话真的可能就很难看了啦哈。是的，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想说啊，你这个无线电钻有没有力的哦，那你看我们已经做了江铎的 demo 给你看到了啦，就是不管你要钻任何的东西，它都是非常非常轻巧但是有力道的，而且很多人讲说那我们需要充电多久，然后又可以使用多久呢？来，我跟你说啊，你充电大概1-2小时之间呢，就可以用整30分钟这么久，所以它是很方便的。那当然，如果你一直在那转，肯定啊，如果是30分钟都可以应付的话，这个就很值得买喽，这个无线电钻，对不对？是的，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不用再提的那种非常重，而且呢又有一个电线拉着你束缚着你的那个电钻，拔上又爬下去装修你的家，去组装你家的这些家具了。因为有了它，真的方便很多，不是我们说了算，很多人买了之后明星才。产品来的嘛，所以你看26岁的 Jenny 都纷纷回到我们的网页上给我们一个留言，他说对我们这种提不起力气的
人是最适合的，尤其是在呢钻井以及解松螺丝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去买一些小家具回来之后啊，也是非常省力的，就可以组装好了。而且重点是不会钻坏我们家的墙壁，真的很值得拥有。他真的很用心去写跟分享哦。那48岁的 Simon 他也说了，哎，这无线电钻帮他省下很多功夫啊。今年搬新家全靠他轻轻松松安装那些家私和装饰，很持久耐用。那要过年一定要装很多的家私，对不对？是的，也谢谢50岁的 Michelle。你看 Michelle 说价格非常的实惠，赠品也很丰富。哎，今天的赠品更多啊。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用起来很轻巧，也方便移动。最主要是推荐给亲朋好友了之后呢，他也觉得每个家庭都需要至少一种这样的无线电钻。来，今天的套组真的，你看到真的是很 lucky 啊。我们给你的是 Riino 无线冲击的电钻，有40多样配件那么多，包括那个万向软管啊，很好用。最重要是赠品，这个可拆卸的手提的锯子给你了，还有那个锯片哦。最重要，我会帮你争取回来的这个22cm 的砂锅，还有28cm 的蒸锅，通通给你了。真的，只有诚心最好看，才给你那么多的一个赠品啊！而且还不止啊，我们还要给你限量版本的一个吉利红包封。我跟你讲，那管理费很好，有喜欢收集红包袋的朋友，你一定不能错过。对了，那这个20块钱的现金回扣啊，我们是给你的，无论打电话进来或者是上网买，我们都给你。下次买东西可以扣20令吉，当你收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你也会收到一个 SMS 告诉你这个现金回扣的 code 是什么，你去 register 就可以用了。下次买东西可以扣20令吉，很多好不好？真的，20令吉也是一大笔钱来的哈。而且你自己算看一下，今天229，如果又可以拿到20令吉的 cashback 的话，那你今天是不是真的赚到了嘞？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今天送给你的东西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像是我们的这个可拆卸式的一个万能锯，哇，286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哎，这个锯子其实也真的很好用啊。比如说，如果在家你要自己组装那个水喉管啊，用 plastic 的嘛，对不对？甚至要割那个镜子镜片玻璃片哦，它都可以派上用场，你不需要特地找人来帮你锯东西啦，甚至是钻沟钻洞。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叫一些专业的技工回来帮你钻洞的话，一个哦，钻一次要多少钱呢？5块钱一个洞啊！是的，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对我们的这个无线电钻非常的有兴趣，因为呢它是用充电的一个方式充的嘛，对不对？那充电的话呢，你们一拿到的时候，你就大概充1到2个小时，然后呢你可以持续的用半个小时之久，所以代表说是非常非常好用以及实用的哦。那如果人说如果你觉得那个担心啊 battery 要坏掉的话，怎么办？不够用的话。Okay.Okay, 对、如果你要买多一点 battery， 我们的 CJ Wallshare 的手机或是网站呢都有在卖，你看到吗？69块钱一颗一粒啊，这个电池，所以呢你可以买去额外啊，你再 charge 好它啊，如果你 charge 用了你觉得没有电了，你就可以用上它了哈。是的，没错，就是非常方便的啦。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给你的是一年的 warranty， 一年的保证期，所以呢你可以拿回家安心的使用。最主要是新年的时候你一定需要到它，像是家里啊要开始是布置放上新的这个相框相片，或者是装我们的这些春联啦，还有灯笼啊，你都要用到无线电钻哦。315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支持，赶快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或者用 CJ Wallshare 的手机 app 来购买吧。新年一年，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耶！祝大家身体健康，有情人终成眷属。阿德贝，笑笑咧咧哒。
哇哦，顺利最红！一月一日到二十七日，春节到福来到，天天惊喜好配套，记得锁定 CJ Wong Show。是的，今天 CJ Wong Show 带给你明星产品，那就是 Riino 三合一无线冲击电钻套组。哎，你看它创下了超过400万令吉的销售神话，难怪可以获得我们 Wow Star 的认证啊！它有三大功能，轻松搞定起拧螺钉、钻孔还有冲击等等，真的很好用，大力推荐给你啊！是的，最主要是我很喜欢它。其中一个 function 就是无线束缚，没有 wire 连住的哈 wireless， 然后再来它是高效操作的，你看不管家居组装维修或者是机电维修都可以派上用场。对，而且呢它有各种材质的钻孔啊，所以你要钻水泥墙啦、钻瓷砖、金属木材等等都可以搞定，绝对是万能的哈。是的，没错，市价可是需要299令吉，之前的售价234令吉，今天在看着电视机的你们更加的 lucky， 哎，又节省了70令吉，超值优惠价只需要229令吉。你看看，超值的赠品包括了有可拆卸的手拉锯，价值100令吉。今天诚心最好康为你额外争取回来了28cm 不锈钢的蒸锅，22cm 的砂锅，不挑色送出啊，赠品总值高达240令吉，是不是很多很棒啊？比卖价还要再多哎，我的天哪，而且还不止哦。再给你一个20令吉的现金回扣，以及限量的吉利红包袋，还有58%的旺购物积分，所以各位朋友要下手的话，今天绝对是最佳时机啦。各位朋友，新年要到了，拜托拜托，如果你家的桌子椅子啊已经是摇摇晃晃了，已经松掉了，甚至那柜子一开门的时候好像要跌出来，表示它的螺丝已经松了，你要把它松啊锁好，那过年的时候呢才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嘛，对不对？是的，没错，就给你的家呢有一个怎样，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新年一定要买电钻，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一整年就有的钻。哇，很会讲啊。当然如果你讲哎呀我有这个螺丝拍就可以了咯，可是你要知道用这个螺丝拍它浪费你很多的时间，也浪费很多力气。不相信的话现在我们一起来比拼啊，他用 Riino 的无线电钻，我用螺丝拍，来看谁比较快锁紧所有的螺丝。 1, 2, 3OK， 来，哎哥，我好聊一个。OK， 身为男人，我们是不会输的，因为呢，我们锁螺丝很快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是很够力的，你放心。那如果各位男人们，你觉得你松紧螺丝或是锁螺丝都很快的话，爸，你没有关系，你不用买。但是如果你觉得，我锁完了。啊 ，OK， 你看，我才锁了两个半。一二三四 okay, 五六七。七个美美平平的啊，你看你看。OK 啊、那我投降，因为我的手这样钻到已经是红肿了，很痛嘞。刚刚我一直用这个螺丝帕来松紧螺丝的时候啊、然后发觉我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搞定它。真的，你看男人都做到那么辛苦了，女人们如果你要松紧螺丝的话，要用 spanner 真的很累，会伤到我们的手的。所以你看今天你买回家，你自己可以用之余，哎，买给你家老公啦，疼一下老公，而且这种是男人的宝贝来的，我跟你说，他们很喜欢用的。我跟你讲，你有了这个电钻哦，你就不会跟你的老公吵架了，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跟你老婆吵架。为什么？因为他叫你转东西的话，直接就拿出来，搞定了，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再来，要过年了，那很多朋友可能就要转一些在那个墙壁上面呢、钻洞，对不对？好的、那除了之外哦，你看我们把它给 reverse 出来哦，也是很方便。这样子轻轻松松，你按一个 button， 哎，它就自己要帮我们就是怎样算好好，然后帮我们做一个 reverse 的动作。你不用花你的手拉、你的身体拉去转啊转啊转的那么的累。你看一下子而已啊，我把七个螺丝给转回出来了啦。哇，真的是很快嘞。一个女生娇小玲珑的心思都可以做得到的话，那各位男人女人你更加可以办得到了。刚刚我就已经说过了，过年要到了吗？如果说我们要在墙壁那边钉一些钉子啦，那我们要在上面呢要钻洞啊，然后就要把我们的相框、我们新买的钟挂上去的话呢，其实你真的不要用铁钉，不要用锤子，因为分分钟你就会
锤烂或者是钉破你的墙壁或者是瓷砖的啊。是的，而且你有没有看得到，一它很轻巧，星星这样子一只手拿起来的还是怎样，就觉得是非常轻松的。哎，最主要是有没有发现到它是没有任何的 wire 粘在后面的，代表说它是无线 wireless。 那这个电池呢，你只需要充一到两个小时，你可以连续喳喳喳使用它大概半个小时之长哦。如果你要 extra 的电池可以吗？有，你上网去购买，我们额外也有散卖的哈。再来的就是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哦，无线电钻。很多人说无线没有力，你大错特错，因为今天我们一共有18档一个扭力。那18档的扭力就很像我们车的那个踩油门一样，你踩得越大力，你就越可以往前去，所以呢它的力道就越多啦。所以呢我们每次在转螺丝啊还是转动的时候，大概是到16、17这样。然后呢还有三大功能哎，你看这个是可以松紧螺丝、起拧螺丝，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钻洞，哎，第三个它可以冲击，就好像我们用铁锤，然后用那个钉子那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是用机械化来操作，而且你看有灯，你看到吗？好方便，你只要按一下，按一下它就有灯了。然后你按这个钮呢，它就是可以前跟后。进跟 reverse 出来，就是那样的一个方便啦。好了，来可以转一下我们的这个水泥墙了，大家看一下。星星呢，现在是用这个冲击的方式哦，那也是可以将这个水泥墙呢钻出一个洞来。而且你有发觉，我们给你的无论是钻头、劈头呢，都是很利的、很尖锐的哈。所以你钻什么材质的金属、木呢、水泥墙、瓷砖，都可以钻得干净利落。而且呢，它不会就是弄破你的墙壁啦。瓷砖等等，所以是非常好用的哈。而且你看一下，女生嘞没有力的，她都可以轻松钻出一个洞来。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将 wall plug 呢放进去，然后呢就可以将螺丝锁进去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电钻，你要怎么将这个螺丝锁进去你的这个水泥墙里面呢？是，你要装上你的那个窗帘布的杆子啦，甚至要装你的这个挂箱框啊。钟啊，然后都没有办法做到咯。你看就这样子简简单单、轻轻松松。而且我们要换哦，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螺丝头啦，或者是我们的那些钻洞的一个孔啦，都是非常简单以及方便的哈。就是这样子简简单单，我们就可以怎样把我们的这个春联还是时钟还是呢我们的那些吊饰给挂上去。哦，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哦。而且呢我告诉大家哦，其实在过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说，哎，在你家的浴室或者是厨房那边呢，换另外一些就是电子啦，甚至是可以挂很多东西啦，对不对？你一定要用这个无线充气的电钻呢，才可以安装得到嘛，哈。看到吗 ？Solid。这就是好，我们如果用螺丝掰的话，一下子就会松掉了的。尤其是你转那种木椅子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到有些人哦，坐在椅子上坐一下会砰砰垫在地上的，那就是因为没有力气。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除了可以钻螺丝钻得非常的紧实之余呢，你看它完完全全呢是不会伤害到你家宝贝的这个瓷砖的，因为呢它是非常有力的，所以它一钻洞下去哦，是牢牢实实的一个呢非常漂亮的洞口。当然，诚心最好康呢，永远都会为你谋福利的啦。是的。今天这一个呢句子呢，就是送给大家的哦，它的巨变非常的锋利啊，你看388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支持。那如果在过年期间，那你必须要就是换一换，或是更新这个。Plastic 的这个水龙管的话，你看一下，一下子呢，我就将它给锯好了啦。而且呢，你看到吗？它是也是干净利落的。而且呢，今天除了说有这个锯子，是的，我们还要给你这个砂锅。对的。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蒸锅，28cm、22cm， 通通给你带回家。这是我们帮你争取回来的哈。而且再来，擦啦，给你一个20令吉的 cashback， 要不要？要，而且呢，你无论是打电话进来、上网买都有，下次买东西可以是20令吉的现金回扣啊。还有这个，如果你很喜欢收集红包袋的话呢，我们今年的吉利红包封很漂亮，你一定要把它给带回家。重点是今天的整个套组哈，只需要229令吉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立马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8，或者直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CJ 王少。